这杀猪都是来扇门啊，这我该怎么过去啊？对，狗急跳墙，我飞！哎呦，我急了能跳这么高？又录视频了，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来吧来吧，录吧录吧。但是咱说好了啊，你这不能白录，晚饭你给我加点料啊，棒子面了或者那个白菜帮子了都行啊，和吧和吧就行了啊。就算我一年不洗澡，他都不嫌我脏，这就是兄弟。小六子，再来两下子来。长这么大还没吃过树上的树叶呢，也不知道是啥味儿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搞两片尝尝，勇敢妞妞不怕困难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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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知道了，长白弱不倒地。老公啊，我都带着给你帮忙挖一上午了，累死了，你告诉我啥时候能挖好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按说这个坑又不大，我挖半天了，里边的土就是不见手啊。这狗子已经往家里倒腾了好几趟了，作为玉米的主人估计都想打死他，但是作为路人我要说一句啊，小小年纪就这么顾家，这狗能养，好狗。钱包、手机、车钥匙，怎么总感觉忘了点事儿啊？对了，门锁了没有啊？走吧，锁了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不行，你别喊我，我回去看看。老妹儿快来，哥给你表演个后空翻，看好了啊，我去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简直辣眼睛！咱俩分手吧，他半身不遂一样，就这身体素质，我都不如去找个残疾狗。来，哥们儿吃上，你别跟我客气啊！我这料多，只要我这还有料，就有你口吃的。来，拿去吃，我这没有了，记得给我推。好兄弟，一辈子。我就想在这儿好好睡个觉，你们又是拍又是摸的，干啥呀？你们没见过猫啊？这一天天的，哎，美丽也是一种罪。哎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有种你打我呀！你说我不敢。哎，不疼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哎，打我打我，来打我，来呀，打我，使点劲儿啊！啊，没吃饭啊你？丑人多作怪啊，长得又不好看，还学人戴假发。我要你管，你长得好看，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。我承认我长得不怎么样，不像某些星星哦。哎呦，还化妆，长得那个熊样啊。哎呀，简直不忍直视。还不让别人说，一点格局没有。这个大傻子找什么呢？咱们来吓唬吓唬他。不对，谁呀？吓我一跳你！手欠手欠手欠，吃饱了撑了你啊！扎死你我！开饭了啊！哦，来了。别弄，我吃饭去了。你干嘛？没事找事儿？你是要搞事情啊？啊？看到我鼻子下面的小胡子没有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找骂，我骂起猫来可难听了。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你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，我看看能在你的嘴里骂出什么东西来。八嘎，八了嘎嘎，难不难听？儿子过来，爸给你做个游戏，走你。怎么样啊？好玩吧？来，再过来，再给你做个游戏。去你的吧。你别怪爸啊，咱们哈氏一族就这传统。我承认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狗。啥玩意儿啊，装模作样的，怎么说话呢？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，怕狼群把你们叼走了。没良心的东西，过年把你们全烤了。大家不用为我担心啊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好几年了，熟得很。还有这个位置需要先上树再爬墙，这种操作对于你们而言可能说无法想象，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小 case。 大妹子，我懂点面相，我给你看看面相啊。老妹儿，你看你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清目秀，双眼爆皮啊，一脸的旺夫相啊。你老头死多少年了？我问你呢，老妹儿，你老头死多少年了啊？死多少年了？你倒是告诉我呀，一个都不能说啊。啊，你给我滚，你老头才死了呢。哎呦，几天不见换车了，你先别走啊，我给你看看这个车的质量怎么样，先暴力测试一下这个轮胎质量啊。还行啊，这轮胎还行，有弹性。我再给看一下这个车的舒适性啊，我直接坐上去了啊。这怎么这车怎么这么滑？我坐上去出溜啊，不行啊，你这车的舒适度可不行啊，不行。得嘞，我还是直接立上去吧。我看一下你这个车，皮实不皮实，扛不扛造啊？
哎呀，不行，我刚上去这铁皮就软了，你这个铁皮太薄了，那个铁皮，哎呀，你看那个后视镜直接都断了，这我去，我就蹭了一下，你这车都冒烟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个跟纸糊的一样，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回去赶紧换一辆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中网又掉了。来，借过借过，让一下让一下，谢谢了啊。来，借过借过。掉的啥样啊？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，我看看啊，我掉哪头、这头不行，对、这头这头我来帮你啊、我来帮你。哎，你别帮倒忙行不行啊？你我不用你帮了，我用不起你。一个合格的猎手要善于隐藏自己的气息，首先锁定目标，然后蓄势待发。重点来了啊，趁其不备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式冲上去就是滚。好的。哎呀，现在小孩玩的小汽车工程师真多啊，不但能跑还能唱歌。哎呦我去，哎呦上路去、雷猴子吃不吃菠菜啊？拿着吃不吃啊？啊，吃不吃菠菜？快上边去，没大没小的，你跟谁俩呢你？我去，有性格啊！这林子，我这么一蹬就进来了，我厉害吧？这有啥厉害的啊？这都基本操作，就这么个帘子还用钻啊？啊！我腾我就过去了。你作业写完了吗？你啊，你就在这看电视？没写完，没写完你不能看电视吗？谁规定的？你说。这个没人规定啊。那就是能看。能看什么能看？你就是能看。你别说话，你都给我绕进去了你。得先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。谁规定的？我先看电视，再写作业就不行吗？啊？好像也行。这不对了吗？长这么大，这样的车我还是第一次见啊！我是村子里出来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我就想问一句，这是高铁吗？哎，我那同学们都开上大奔了，我只能在这装猴子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！还能说啥呀？都是累呀、哎呀，你看前面有只猫在出摊卖东西啊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呵呵，睡着了。喂，猫老板，醒醒！这梨怎么卖啊？啊，这里啊，这都是上好的雪花梨，100块钱一斤，嫌贵就别买。我去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买了。哎呀，这有只猫啊。大橘，你好。哎呦，来活了。哎呦，小孩你摊上事儿了啊，这不是你个小孩能解决得了啊，赶紧回去叫你家长去吧啊，快去。回来了胖子，上哪玩去？你站住，你是干啥的？你是这个猪圈的吗？啊，回去，走，你该回那个猪圈回那个猪圈去，你穿什么门啊？啊，有我在这守着还想硬闯？你干嘛？你是不是你皮痒了是不是？你找揍啊你！回去，滚！咱闹着玩呢，你呲什么牙啊？你呲牙你吓唬谁呀、啊？我是被吓呆了啊！来来来，你咬你咬，咬啊！让你咬又不敢咬，装腔作势的，啥也不是。来来来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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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给我给我，对对对，你确定啊？来来来，继续给继续给，你给我给你表演才艺，你关你什么事啊？给我给我，快点给我，卡玛北币，快点给我吧！啊，给我给你表演才艺，快点啊！你别看他，你看他干什么？他啥都不会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对，你给他干啥呀？他啥都不会，你给他都白瞎了，你给我，快点的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要捉我，不要杀我。嗯，有病啊你！狗胆都差点给我吓破了。开玩笑有这样开的吗？没轻没重的。来，给你吃一颗。哎，来，再吃一颗。来，再来。你有完没完了啊？有你这样欺负老实狗的吗？我真想弄死你我。你谁呀、啊？谁叫我？这也没人呢，难道是我幻听了？拉倒不管了，继续睡觉。谁呀？是不是有人？啊？有本事出来，别瞎喊！我这睡觉呢。我告诉你别闹了啊！再闹我急眼了啊！真的是，我去，谁呀？有本事出来，别在暗处躲着叫，出来！我告诉你啊，谁也不是好脾气，你敢不敢出来？你看出来不骂死你？